相信大家都很清楚，为什么今天新人会找我们两个来当主持人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省钱。不是啦，找我们来可以干嘛？重温旧梦吗？哎，没错，就是要重温旧梦。哎，今天就是一场既温馨又充满欢乐的派对。让我们接下来用最热情的掌声跟欢呼声来欢迎今天最漂亮、最美丽、最大方、最正的新娘庄佩珊。16年了，很神奇的是，这16年来如一日。我们看着彼此从十几岁青涩的模样，懵懂又憧憬的跌撞，直到长成现在的形状。岁月只有在我们的身上留下痕迹，还好现在还穿着校礼服，很美，很性感。我一站上来就有点想哭了。我觉得像是嫁女儿的心情，看着你们一路十几年来的感情终于要迈向下一阶段了。我也很幸运地参与了你要不要答应跟学长在一起的那个时候，我们还一起讨论说这么快就要把学妹拔走了，这样的人可以信赖吗？因为佩珊的体贴是有目共睹的，对吧？虽然你总是大辣辣，但我知道你是一个心思很敏锐的女孩，你总是把大家的情绪摆第一，把自己摆最后，你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存在。佩珊在我眼中是个姐姐，她一直以来都是体贴，怕麻烦人，她不太会跟别人计较，但是我相信她也需要一个能够让她偶尔耍任性的一个人。想当初你还一直说结婚只是一张证书，没登记也没关系，但现在没想到突然就告诉我说你好想当胡太太。果然女人都很善变，但我喜欢你这个改变。相信生活都是所有最好的选择拼凑出来的，未来的你一定会一步一步更坚定地走出自己喜欢的模样。你常常跟我说你觉得你们的相处就像老夫老妻，可是我觉得在我眼里你们更像灵魂伴侣。身为你的好朋友，我真的真的真的很为你开心，我爱你。就是其实有很多人想要祝福你们，所以准备了卡片。终于哭了，终于哭了。家君，认识了你14个年头，占据了我快半个人生。虽然中间有点小波折，但很庆幸现在站在我眼前的人还是那个你。谢谢你总是包容我的各种突发奇想，就像这场婚礼是在我某一次剪完头发回来对你说：“哎，我们办一个没有长辈的婚礼，好不好？”你很惊讶，但却又马上笑着对我说：“好啊，鸟哥处理。”亲爱的佩珊，还记得当时中区迎新茶会后，我鼓起了勇气加了你的 MSN。 相处了14年的我们，在默契这方面这是真的不可思议。还记得有一次加班的时候，到家后发现我们都帮彼此准备了一碗豆花，更神奇的是里面的配料竟然一模一样。我相信结婚后这份默契还是会一直持续下去。两人的狗女儿，哎呀，好简单啊，不就是圆圆吗？哎，我不小心讲出来了，就叫圆圆啊。哇，复选题，复选题哦。哎，我看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。
是原来也有一个大安区，每次跟人家解释都太麻烦了，所以我都会说我是大甲，但其实我是大安区人。OK。谢谢你愿意与我相伴，度过未来的每个人生阶段。接下来，我一定会成为最牢靠的伙伴，照顾你，爱护你，让你成为世上最幸福的老婆。我爱你。接下来，我们还有大半辈子要继续闯关挑战。14年很长，却也很短。幸好队友是你，让我迫不及待想迎接新的生活，也迫不及待的想改口叫你一声老公，我爱你。